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潜能解放的荣光，宰玉的号角手。哦，可以看到我使用的是一条根队伍，一条根队伍。那一条根呢？哦，金门名产一条根，哦，就是一灯的一，哦，龙蛋根庆队的根，一条根。哦，一条根具平悍、健体、指导和强壮等功能。哦，强壮哪个部位我们就不特别另外阐述。哦，用途是治风湿、强筋骨、壮身体。哦，壮哪里？壮并量较的那个身体。哦，这个目前看到一个很悲剧的状况，就是我们是遇到同 CD 的，所以我们先打这个木的好了。哦，三回合之内要 K 掉一只。哦，基本上除了遇到第一关同 CD 的状况以外，应该是不会 GG 啊。不过我们现在遇到了，还是要试着去闯关看看。哦。哦，这个队伍除了第一关遇到像刚才那个情况以外，对不对？血量超过6794就可以了。哦，等等，貌似根性，其实非根性。可以看到我血量还有两滴血。哦，这个拔卡还是可以通关的。哦，血量只要超过6794，哦，同 CD。不要三只同 CD 都还 OK 了。啊，我刚不巧刚好遇到，所以赶快把它处理掉。哦，每回合都要消到。哦，现在就是把每一只的 CD 先除满。哦，我现在是这个状态是伪更新的状态。哦，因为我还有两滴血。哦，这是最痛的状况，是这个状况了。哦，哎，有没有再更痛的？应该就没有，因为打最痛就是这两只。哦，我们现在就是一 combo 一 combo 消就好了。哦，先除满，除满所有角色技能。哦，一针的部分看各位啦，自己要算好血量哦，就是补血要超过我们的龙蛋根性的78%的血量哦，主要是这样。哦，现在都跳起来了，跳起来就可以开始出手了。哦，可以的话稍微留一点点心珠哦，下一关要用。为什么？因为下一关的话我们其实也没差啦，因为血量算过了。哦，基本上血量要算刚好才能进场。哦，我刚特意把我的那只这只一灯哦稍微升了一下等级。哦，现在是不同 CD， 所以这个波比开不开是不影响，但是我们技能上要使用的话，由于这边怪物血量24万多，所以我这四只都会同时开。哦，打个大概20万的血量。哦，但 CD 没有错开。哦，我们为了保险不开这只也是可以，不过不影响啦。哦，我基本上我觉得是开三只就够了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可以磨嘛，我可以磨的话我就没有必要开这只，因为怕太快打死。哦，所以大家视状况而定啦，如果你有把握的话是也是可以。哦，这样大概消十万，这样打会打比较久一点点，可是我可以确保我绝对会通关的。哦，主要是这个原因。
现在是就先把一只 K 掉，我没 K 掉没关系哦，因为我们血量算过了，我们每次都有发挥更新的效果。哦，当然我们先 K 掉一只啊，这还是习惯动作，这样就好。有没有70%的血量，刚刚好。哦，这个要稍微算一下哦，不要贸然进场哦。哎，因为我已经贸然过了。好，狙击过就知道了。好，现在吸力先把它出满。哦，我不太建议是开四支啊，因为开四支来讲有点风险，因为攻击力怕说太大，天降之类的，一下就把怪物干掉了，没机会出 CD 啊。好，像我现在有两只，我慢慢除，康博数我做高都无所谓啊，虽然说也没有很高啦哈。好，虽然说也没很高，但是无所谓哈，基本上我们是要通关，不是要做康博数高的问题。像我现在这样除 CD， 我就可以尽量转了，我不太需要担心说，哎，我不小心把其中一只 K 掉了，因为5万的血量是蛮少的，哦，哎，不到5万啊，4万多啊，哦，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在那个按钮那边除 CD， 也是要很小心，不能打太大力。看一只已经快死掉了，看一下还有10回合哎，因为 CD 都没有练啊，这是其实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啊。你没有练 CD， 你就是要自己想办法把它除 CD。其实很多玩家他最大的问题不是说他卡片等级不够啊，是 CD 不够啊，哦，这个常常发生问题，尤其是在我身上的啦，因为我练技是没问题的，只是说我通常是执着于某几只特别去练，哦，所以我有几只是满技的，但是你说每一只都满，我是没有，就是还不到那么怎么讲，那么努力的去大家练那个角色的等级啊，啊，是说真的这样一直刷还蛮累的。哦，还有5回合，哦，5回合，所以基本上打大力一点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我相信我5回合之内应该是 K 不掉的，不过我们还是小心一点哦，不要太过大力了。2回合应该这样就没问题了，这样就可以尽量大力打。哦，所以大家各位的力道多大就是一个人的手速，哦，反应而定，每个人不太一样。哦，像我3到5C左右啦，不含天降。哦，3到5combo，哦，就可以通关。当然我们是能够越轻松通关是越好啦。如果你有神转珠，你可以神转通关也 OK。这个就是一个人的一个技巧而定。好，目前大概10分钟了，快10分钟了，好。这一关通，这一对来讲通关也不是说太难，时间也没太夸张，但是稳定度，哦，我认为大概有90%的稳定度没有问题。哦，因为刚第一关我同 CD 我都过了。哦，这边稍微需要注意一下，不能开这个波比，哦，千万不要开波比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波比的那个技能放在隐形盾身上没有用，所以我们可以开伊登跟那个龙蛋。哦，那我会选择当然是以 CD 短的先开，哦，这24嘛，这24两个24，所以两个挑一只，哦，两个挑一只，
那我挑的话，我可能就挑随便没差哈，然后再开这个一灯，好两只，两只下去，轰，再见。哦，为什么要挑短 CD 的？为什么不挑这个长 CD 的？因为我这一关开始要出 CD， 现在这一关要出 CD。啊，出多少呢？二十二回合啊，对，没错，二十二回合。这时候叫小小力的打，小小力的，千万不要把他打死，他是很脆弱的。哦，不要一吸还死掉了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啊，也不要一吸把他打死，这个我天降我没办法控制。哦，虽然我们说我们很稳定，可是还是要注意一下，哦，手放开的时候要注意一下。哦，我曾经一吸狙过哈，应该有看过我影片的人应该知道。哦，当然没有录着，我都还没有拿出来而已。也是有，也不是只有一次一吸的死掉过而已啊，很多次了。好像刚才那样顿一下，那就是很危险的状况了。一条跟队伍稳定度，哦，非常好，稳定度非常好。对，一条跟还有三回合。有没有看到我这样除吸力，他都快死掉了。哦，伪王105000的血量哦，所以现在这个龙蛋跳不跳无所谓了，哦，龙蛋跳不跳无所谓了。哦，打到跳就算了，就让他跳吧。虽然说我不知道我在转什么，因为快要通关了，所以有点乱转的感觉。哦，这边意志减上意志无效哈，哦，所以一灯波比，哦，这个一灯开不了了，哦，三只而已，哎呦，吓我一跳，一灯开不了了，好加载，我刚龙蛋要跳啊，这个有点 lost 掉了。Goodbye， 好加载。好，以上这个是金门一条根队伍的一个示范哦，给大家参考看看哦。通关率90%应该没有问题啦。哦，我自己试起来，因为第一来又稳哦，二来这个红心女王，大家有在抽卡应该知道，红心跟那个水胖嘛，我忘记叫什么，水肥火肥嘛哈，这两只都很容易抽到。哦，如果没有的话，等一下可以抽抽看啊。当然，你抽到虎克或者是抽到那个皇后还是之类的也不错啦。哦，但是不要是红心皇后，是那个，那个皇后那叫什么黑什么皇后啊？黑魔女啊？好了，忘记了，哦，不重要。重点这个一灯跟新队，哦，给大家参考看看。好，哦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